三次四组人马，你们两个也算是趴了一队，也加入我们是趴了六队伍。你们如果说挑战任何一个关卡最高分，是你们就可以得到翻牌机会，是一翻下班你就直接头也不回，饭吃光往前走不回头，怎么叫你都不回头，一直走，一走一走走走走走，离开好不好？录影的这一刻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，我们谁能早回家，谁能买早点回家就要出题。对，等一下，如果最输的那一队，我招待你们吃口袋烧饼。六点开 ，OK， 六点开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了，马上进入我们第一单元东东土拨鼠。第一关东东土拨鼠，主持人出题，一人打一人进洞，成功命中队友即得分。主人嘛是双平啊，曹曦平 VS 赵正平，好吧，哎，可以先露脸，可以先露脸，好喽，一二三，人在哪里？一二三，一两三，好，好吧，这应该是呱呱青蛙的，呱呱青蛙，呱呱青蛙，青蛙，快快吐下舌头，每一组啊，只有五题的一个机会，然后呢？注意在几版的这个人有没有看到？你一定要看着灯，哎，好，一二三。这有力道，哎，吓到人了。啊，你选定哪一个答案？你选，哎，一二三，你觉得三，我们把你推过来三，你都不能看，对，一二开。宪哥，宪哥，我刚刚还没录制的时候，我压力好大，因为赵世明一直问我说你几年生啊，你血型什么，你星座什么，然后你吃什么？哦，是吗？他刚一直问我，我问到我都觉得好害怕。那有什么好怕？我怕你等下不出这些题目啊。他又不是拿皮尺帮你量身高。怕你都不出这些题目。不会，好，可以下去了哈，可以下去了。好，现在看着上面啊，请问一下，赵正平最满意身上哪一个部位？一，双眼皮。二，肝脏。三，膝盖。哎，用笔的。一二三，看天上。你刚刚讲的第一个，一双眼皮，二肝脏，三膝盖。好厉害哦！好，我帮你大家带到那个地方哈。好的。我这样子，我没有对到洞。二三，请坐吧。小力一点，好的，看上面第二道题目，赵正平的成名曲是下列哪一首歌？一百人迷，二千人迷，三万人迷。一百人迷，简单。多少？好，那我带你过去哈。我现在有对准了？有对准吗？而且要有发出声，要一二三 ，Go。千人迷啊，全世界都知道是千人迷，没有很红啊，你有很红吗？赵启平比你红啊，那你个头啊！曹启平最红的歌是什么？叫什么？热情的姑娘，哎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哈，哎，跑跑跑是他第几张专辑唱的？跑跑跑是包伟明的歌。哎呦。
好，第三题，你五十七年是我四十八年，是你叫春叫。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？你来让我打。第三道题目了，我最后一题我给他打，好不好？第三道题目，不能换手，不能换，不要换来换去的。好，不要吵架。曹希平，脸书经营的时间。一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五点，二晚上十二点到凌晨六点，三凌晨一点到早上七点。一、二、开。不是，我以为你会答错。对呀，为了要得分，为了要得分啦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第四题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曹希平，我可以不要换。曹希平出道几年？一三十五年。好。二三十六年。三三十七年。不容易哦。好难哦。好，这很难呢。哎，二三。是三十六年，没错。你的人在哪里？飞越三六，对，他三六飞飞。好，最后一题了，最后一题。还有啊，飞越三十六。曹哥，你不要那么狠啦。不是，我以为赵哥不会答对。不会，人家就知道你。人家很了解你啊。好，不错，得三分哦，你有机会拿冠军，直接翻牌，就下班就走了。对啊，打一打，打人打一打就走了。来，真好。请问一下，曹希平最爱吃哪一家的火锅？我也知道。一米奇火锅，二米尼火锅，三唐老鸭火锅。一二三 ，Go！ 你怎么会答对？谁怎么知道？都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米奇火锅？米奇火锅我知道。你有看到 Facebook？因为他有讲过啊，对啊，他有讲过。对，太厉害了，果然是好朋友示范。好，放心，刚刚人家拿四分呐，你们要加油啊！张立东最喜欢哪一位绯闻女星？一，方志友啊；二，乖乖；三，小茉莉。不能问这个啦！住嘴！住嘴！他这没讲话，看上面，他刚上次都没讲话，用笔的。用笔的，用笔的，用笔的来讲话，用笔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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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请准备，拿高，一、二、三，开！中了，中了，打到了，又打了，打到了，交了啦！睁眼，打到睁眼的，不是。打到睁眼了。问题方志友已经嫁人了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因为他跟我交情比较好了。对不起。哇，出糗是安尼啦。好了，一题过了，可以了。他帮你自己要睁眼了，厉害哦，睁眼把他打掉了。第二道题目，张立东看妹第一眼看哪里？一胸，二腿，那么好猜。三脸，一二三，出来。白目，人会变的，人会白目，没有脸跟胸你都有啊。对啊。OK， 好，举高，熊熊最常穿的比基尼是什么颜色？好，一红，二白，三黄。一、二、三。有了，知道。知道啊，没有，红色很少会穿哦，那黄色又挑季节哦，就是白色比较百搭，红色是特殊时期才会穿，你说抓交替的时候，对对。哎呦，分数很高哦，两题喽，厉害哦，厉害。来，下面一道题目，熊熊，不要这样，不紧张，他会看到，对，以为我们傻瓜，不傻，这个角度厉害啊。举高，举高！熊熊
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一三至五位，二六至八位，三八到十位。连小熊也不知道。以上皆非。好，注意了。一二三，开。最后一道题目，熊熊的初吻在几岁？一十七岁，二十八岁，三十九岁。一二三，开！三呢？恭喜答对三题。好，接着下来，沈玉玲跟需要打击的张维忠。沈玉玲跟老婆睡觉的时候习惯怎么睡？一背对背，二趴睡，三叠在一起睡。一二三，开！叠在一起睡。这个要很好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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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那个就是亲密行为结束以后，我就没有下车了。等于是中途你就睡着了。对对对，不是啊，就结束以后还是没有下车了。第二道题目，沈玉玲近期最喜欢的女艺人，一，哇塞，徐威；二，陈思璇；你也需要看上面。我知道，我在看答案。雨柔，一二三。真的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他赞不绝口，觉得说他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孩子。哦，然后傻大姐，然后不是陈思璇，不是只有腿漂亮，她最美的地方是心。没有，她对她个性，她说很好相处，跟男孩子一样。好，厉害了！第三道题目，哇，好厉害！沈玉玲没有卖过什么东西，没有，没有卖过。一壮阳药，没有。二灵骨塔，三面膜。二三，开！啊，你闪过！没有人敢打得下。你没有卖过灵骨塔？我没有卖过灵骨塔啊！灵骨塔你有卖过啊？我卖壮阳药而已。对啊，下一题，张维忠绝不同台的命理老师。哎呦，一小梦，二江伯乐。三黄安，二三的命，真的、啊？哎，不是没有真的吗？没有，缘分没有聚，没有绝不同台。OK， 哎呀，算了，那个过了就过了。哎呀，人很棒啊！宰相肚里可撑。他是台湾算命第一名的、啊。哦，好，你下去吧，来。今天啊，没有，好，请举高，换别的。张维忠在家里面的怪癖：一裸睡，二舔脚，三半夜抠客。一二三 ，Go！ 半夜抠客，什么是半夜抠客啊？打带给朋友是不是？哎，对啊，我常常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也是三题。哎呦，曹大哥，你们有机会，大哥有机会了。好，我们要先走了。还有黄慕言，来。注意了，凯莉、黄慕言，加油了！这五题答对，你们就赢了啊。好。黄慕言把哪一位女艺人当成头号敌人？一，小巧鱼；二，谢杰林。三陈宇桥，看上面，比出来手，比出来手，几号？好，好，到那个位置，二三，开！抢到了，好，哎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
你把小鱼当做头号敌人，对啊，因为他出道很久，然后拍过偶像剧，也出过唱片，很厉害。现在讲的是敌人，对啊，敌人呢？那你好像又在称赞他喽？然后想要，然后你这么乱回答，没有，就对啊，就想要跟他，想要比他厉害一点，就是我可能粉丝团人比较多，他就会跟我合照。可是以前都不会，都不会打招呼。哇！啊，可是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讲？说我们 ，Hello， 这题算你，你告诉我们，然后叫我们不要讲。你觉得我们是吃素的吗？抢都抢不来，还让你活着走出去？是个意思，终于上当了。黄慕言上一段恋情。分手的原因：一、远距离；二、前男友劈腿；三、前男友太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开！前男友太好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？前男友太好要分手，你很不合理耶！我每天的生活，他都会帮我买饭、洗衣服，然后什么都帮我做好。然后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是一个残废，然后我想说我不行，我要分手，然后让我更独立一点。所以就跟他分手。这么成熟啊？怎么那么快？这什么答案？对啊，不合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合理啊！我跟你讲过啊，这是有在电影里面看到的。讲这种话不如去装牙套算了。对啊，哦，你装的啦。好，下一道题目，凯莉的下巴长度有几公分？一、三到四公分；二、四到五公分；三、五到六公分。好难啊！我不知道啊。那就你们两个默契啊，三到四，反正我没有尺啊。三到四，二四到五，三五到六。太坏了！一、二、三，开。你还补镜头，好，恭喜答对。来来来来，真的有四到五吗？没那么下巴，要从下嘴唇，对不对？有那么长吗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吧？有，对啊，几公分？四点五，哎，真的是四点五，二啊，没错，四点五公分，四点五公分。我们来看正常人的，帮我量一下。正常人，我还帮我量一下，应该会排比较长吧？从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四点五。但男生，但是我是男生。对对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好来，下一道题目。他怎么哭了？他居然在凯莉，没对圈内哪一位男艺人心动过？一，黄豪平。二 ，Kid， 三，谷谷，一，二，三 ，Go， 好，好，哎，你打得这么小一点，我很大力，哪有，我很大力，太小力，我打你回家。好，凯莉的年纪是几岁？一，二十二，二，二十三，三，三十。凯莉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够大力，他打你，我跟你讲，二，三 ，Go， 好，他打到前面去了。所以目前的冠军还是曹希平大哥，赵哥，有没有？他们是搭配四比，来，最后一个是你们两个，好，来了，我进去，我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剪刀石头布啊，输的进去，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，现在进去，第一题。我要帮大人们收主持费，打死一个主持人。露露的双眼皮是哪一种？一单眼皮，二双眼皮，三内双。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好，一枪，恭喜答对。你很厉害。知道我能打一下，你打太多下了。三号打三下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露露最喜欢的卡通人物一。长发公主，二，雪宝，三，美少女战士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一，二，三。我没有压力的，没有压力。我喜欢 Rapunzel 啊，长发公主 Rapunzel， they don't you hear？ 长发公主，好，第三题，露露的初吻在几岁？
一六岁，二十五岁，三太容易，二十二岁，哎，二三开。这合理吗？你这么真的啊？你这么不想想回家是不是？这个这个一般哦，都是什么全智贤呐，啊，什么林志玲啊，侯佩岑的答案。不是因为跟人家六岁，因为我小时候还长得很可爱哦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国那个幼稚园的时候，又有男生跟我告白，他说这个鲁鲁米是你，这个女生是我，男生是。如果陈汉典要邀约一位女生。听我解释，你有想要听懂谁的话 ？OK， 说真的，亲我的脸。后来，这一题厉害喽！来，请下。哦，如果陈汉典要邀约一位女星去207，他会邀谁去？一，陈明珠；二，邱慧文；三，露露。一、二、三。结果是客家妹陈明珠啊，没有，我想说她应该她印象还留在陈明珠，这是比较新的嘛，所以她应该会选择。没有，我们一个礼拜四月一次的时候，你跟我说的不是这个答案，是吗？我忘记了，没有，我忘记了。她内心还是这个，她的偶包啦，她的偶包。陈汉典有什么怪癖？一，用筷子吃零食；二，结伴上厕所；三，以上皆是。一、二、三，开。约我哎！来，各位，来，两位到前面。来，我们好认真要主持哦。就在这里，太好了。但是都没有带来，太难，好逊哦。太难，太难。因为赵哥他说他今天太累了，他说一直要提早下班，所以我就说有机会，这个给他去承担。你抽不中，那不要怪我，好不好？两只有一只黑的，哎，有一只红的。好，抽中红的。那你直接头也不回离开，好不好？哦 ，OK， 这么好啊！抽中黑的，那不好意思，继续玩。OK， 一黑的，二黑的，黑三，哇，走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等我们三个赶快吧，干嘛不绝情了？再见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走了！哎，没错，制作单位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。对，走了。他真的还假的啊？他真的要走啊？不，你也要走啊？你自己带下来，他要跟你玩。我们这个有看时辰的一杯人气。大哥走了。我们抖抖手画家，第二关抖抖手回家，一人手贴低周坡仪器作画，一人参画的物品为何？好的，凯莉来画，然后小猪来猜啊，好吧，每一队有三分钟的一个时间，好，预备计时三分钟，开始，几个字，两个字，是什么东西？我只有告诉两个字。他的脚在动。动死！我都没有加。我没有加。这是什么？真是我！快点！不能讲，只能画。鼻子，哭了啦！鼻子，鼻子，橘子，猪鼻子，毛孔，鼻毛。可以放弃。你可以画。不要，太难了，哭了。好，太难，赶快，现在过一分钟了。一个字。一个字。三个字。啊，一定很多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我真难。
男生的这个食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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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杯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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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夜市有卖吃的，吃的，啊，咖啡，阿杰，随便猜，随便猜，张宇，张宇生，来，答对，下一个队，几个字，几个字，两个，猪鼻子，猪鼻，猪鼻鼻孔，小熊，两个字，熊猫，熊猫，答对，哎，画得很好，哎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哎，四个字。四个字啊，成语吗？哎呀，这贵宾狗画的不错。哇哇哇哇哇！好嘞，继续。这叫什么？对，这个啊，这个是成语吗？哦，你仔细看，你仔细看这个四个字东西，对，成语。啊，仔细看这个东西，对对，没错。猪狗不如。哎，类似类似。猪狗不如，牛头马面。不对。鸡同鸭讲。啊！等一下，换掉，是吧？好，好，有五，有五，先进，先进，有分。五五五福临门。有五有分，五什么？五什么？五什么分？这个是什么？五有分，有五有分。有五有五花门，五花门，五分分，有五分分。得到三题，那个我没有玩过，但是真会痛到，因为他可能是因为有戴牙套啊，对，有假牙会导电，对，有蛀牙的那种假牙在里面的金属的，我就会痛到不行。宪哥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哎，曹大哥不是下班了？哎哎，曹大哥，不是，曹大哥，我们按你干嘛？我们按你都不爽，是按你三题而已，烂透了，我们这边按对了。哎，把速度快一点啊！大哥，你真的可以下班？可以下班。不美丽了，哎，对啊，一直留恋在睡。这种情况很可怕，对啊，摄影棚里面有些人他留恋住，留恋，他不知道他已经。那个在灵异故事里面就是地府里，地府里，地府里，一直守在那里，对，地府里，地府平，地府平，他经常还留在那，还留在那里，他偶尔他会出来开灯关灯。有，哎，他现在把我们电脑搞坏了，我们怎么弄？沈玉林，计时三分钟，哎哎哎，你要答快点，我现在电脑才有作用，你要快点。其实你这个可以回家就寂寞，就快寂寞，对呀，回家也不要急，一定要出来跟他聊聊。开始了吗？计时三分钟，开始。几个字？两个，两个字，水果，这很简单。两个字，水果啊，菱角。哎哎哎，快哦，快，快快快。那个吃兔袜子快点，两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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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的，两个字吃的，你不能讲，你不能讲，苹果，不对不对，两个字吃的嘞，吃的对，吃的吃的吃的，乌鱼子，好猥亵啊，汉堡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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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下一题，很接近了，啊，放弃放弃放弃，快快快，挂包了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这个是蜘蛛啊，感觉，啊啊，快快快快，蜘蛛。快一点啦！几个字？两个字？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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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字是成语吗？对对对，四个字。那个是什么？你画上面画那个是什么啦？有在通电吗？有。你上面画那个是那画本？没有感觉，我看到睡，我看到睡着了。奇怪，你假假有感觉？你起码画一个我看懂的嘛。下面那是来啊，放弃放弃放弃，好，几个字？水果不能说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你是干嘛的？你们什么都没有感觉？三个字，很痛哦。三个字是水果吗？对，不能，不要回答，不能说。詹老师不能讲话，吃的啊，那个三个字都哎画的很像，蛮像的，蛮像的，榴莲啊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哈密，哎，那个菠萝蜜，不对，哈密瓜，对，哎，有刺的就是榴莲，啊不，等等，火龙果啦，火龙果啦，给你，几个字啊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吃的吗？对，吃的，三个字吃的，三个字吃的，那上面那是什么啦？不要问了，快了，你。鸡，三个吃的鸡，鸡什么？对，鸡蛋糕，不是，鸡，对，
鸡什么？你再画一个，那个是什么啦？鸡好。三个字。鸡。这个是什么？三什么鸡？三什么鸡？三画那么辛苦，三个杯嘛，鸡嘛啊？这三个是三什么鸡啊？啊？三什么鸡？三零鸡哦。三零鸡啊！这是三个杯子啊，三个杯啊，三杯鸡。没有，那个杯子画得太不像了。哦，也是答对三题，胸中罩。好的，只要答对三题以上，您就有机会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他们两组都是三题而已，兄弟。熊开过画展，快点！计时三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这个怎么弄啊？两个字。这是金打标了，水果吗？吃的对。菠萝啊，它是什么？菠萝蜜。不是，两个字。金枕头。两个字的水果，榴莲。答对，对嘛，那么简单。哦，这什么啦？三个字。啊，不是，这样子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大肉包。大肉包。我爹。大肉包。肉包子。小笼包。答对。碎，给来给。小熊乖乖，大肉。把笔捡起来呀。加给，两个字。等一下，这我不会忘。两个字，面包。这什么啦？这什么啊？我通灵哟。大狗。鸡蛋。掉。你好。谁就 pass 啊？赶快。好 ，pass。我拉。四个字啊，成语应该是成语。哦，等一下。你在对谁尖叫？你可以挡哦。哎，牛对不对？对，牛对牛弹琴。对，进来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这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脸。兴隆哥。这个没怕画，这个很难哎。你要怕什么？这跟榴莲不是一样 ？pass。好 pass。几个字？啊，四个字。可以啊，进来。这个很难。声音怎么变那么粗啊？一字一幕，一字一幕。哦，谢谢。你叫两个，两个字。什么啦？他没耐心。Kidam 两个字 ，Kidam。突然 K 小米。鸡，赶快。鸡，进来。两个字，马路。是什么？牛。你在画什么啦？疫情。飞碟，你赶快拉起来，叫你的笔拿起来。最后40秒，赶快接起来。再见，很重要，这一题答对很重要。两个字，什么？什么嘞？什么？什么？放弃。还有30秒，四个字，更难。四个字，可以吗？花，对不对？花树，花什么？你有垮，你把你以为？花脚，花凤凰学院，七上八下，花七玉点八，七点八，七上八下，七嘴八舌，七七四十九，七八五十六，花七，花凤凰学院，八什么？这个那么简单？有七有八，有手有脚，画成那么，你怎么不会抬七？七手八脚，白痴。对啊，七手八脚，哎，真的很贱，你自己弄。现在三组都是答对三题，来汗点露露，计时3分钟，加油啊！你们只要4题的话，有机会提前下班。Yes， 1、2、3，开始。几个字？真的很难画，是失误吗？怎么会长这样？哎，终于，损字，对了呀，损字，如笋答对，答对。很会画，几个字？两个字什么？吃的吗？吃的什么？虎狮。你不能回答我，回答虎狮，行李箱。两个字，改进。麻将。所以这么强，我放弃。吃的，放弃。再弄。少差呀。太大了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
的吗？不吃不吃不吃。三个字。张立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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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立东。什么张立东？张立东，你不要跳，张立东。三个字。张立东不要跳那么吓。看电视，人家会。三个字的动物啊。对对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是什么狐狸精啊？不对，忘。狗吗？哎，不能解释，不能解释。吉娃娃，对对对。好的，四个字，四个字啊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。哎，认为。你真想。啊，露露，是啊是啊是啊是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美人鱼。对啊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四个字成语吗？对对对。哇。成语作业。吹进我的洞，四个字，人景情深，四个字，冷风吹进，四个字，然后吹进，空穴来风，打，加油，几个字，几个字，两个字，张立东，两个字啊，香蕉，答对，答对，哦哟，再来再来，三个字，吃的吗？吃的，对对对，啊，不，这个怕，这个怕，这个太难了，很难很难用印象呈现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毛毛虫，接近接近。哎，啊，好香哦！哇，很香啊！毛毛虫，哎，刺猬不对，三个字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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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你画的很像了。你画很像。对。蚕宝宝。对对对。好的，啊，到了到了。闪电、雷公、雷霆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好，时间到哦！哇，无敌了啊！有小有争议，因为他写了一个旺，他写了一个旺啊，但是就算那几不算，也是也是的。鲁鲁画的太好了，来来来来，铅筒拿进来啊！两位进来，这样哇，各位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是主持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必须要留一个助手给我，不能说两个都走掉。所以这里刚好两个嘛，抽中我们的就离开。好。同时抽好不好？同时抽，我们都不要看同时抽了。啊，好紧张啊！抽中了，好，我让你先抽，我抽你剩下来的。嗯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我很衰。没关系，再来一个。啊，你我觉得手还在点。好，我握过来。呀，一，快点。二，好，三，开。好。吉娃娃下班。喜欢啦，喜欢翻啦，我被电成，好的，没有，再见，电吗？再见，下班了，爽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，最后一关，两人三手夺牌战，第三关，两人三手夺牌战，队友两两手牵手，十指紧扣，抢夺敌对背上的名牌贴纸。好，马上进入我们的单淘汰，因为有三组，所以我们先有一队选出种子，队伍种子队，所以他就不用他就旁边一役代劳，他不用对一役代劳了啊。另外两队先搏，搏赢的那一队再跟种子来打一下，好吧？对，来各派一位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好，那你们就种子了。好，两队先，两人三手夺牌战，第一战 go。等一下，有感情，感觉男女好像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，这两个虎视眈眈，对。哎，要顾一下我们年纪啊。不要，我要下班。各位，只要撕下一面就可以，好，撕下一面，夺下一面，一面就赢了。对啊，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个，对，其中一个。手不能放开，哎，
都三点多回家也不知道干嘛，不是喝水就尿尿，喝水尿尿睡觉，喝水尿尿。因为啊，因为他们刚两个飞机被黏太紧了。对啊，但老师正人君子，他也不好意思。对啊，然后来就轮到种子球队，再请准备。哇哇哇！他他想说已经录到现在不用白不用，对，留到最后还没有用到，所以决战哦，加油！冠军出炉，直接离开现场哦。男人主外，我们两个一起离开，预备。男人主外，啊，你主内。高点，张一东，不要偷摸哦，我们在检查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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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看，不要摸他，不要摸他。张维忠，哎，张维是张维忠不算，哎，你是张维忠，没有张维忠，这是我的背，这是他们的。扑上去冲！哎，都快啦！你吵得好，不要拉！哎，丢哥，你拍砸暴力啊！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！哎啊！不行啊！手放开公司！好，来判断一下，熊熊啊，你护士，但是这边剩下张立东，恭喜，凯丽黄木炎获胜。没事的，我们准备就下班了啊，其他就交给他们四位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下班啦，四位。丢的就好，丢的好，我收了，丢的。少头他少草啊，那个坐享费的全部能回去。对呀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路好走了。不好意思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都是你搞的，张立东，搞的什么？地上都是你搞的。这一扫，垫子要拆哦。对，你收垫子，我们扫就好了。我们负责扫地，我们还有家小，我们先走了。还要分开啊？要先，还真的不好扫。好可怜啊！胶带要拔掉。好，詹老师，我们负责这个。好好的，变魔魔术。他们搞什么噱头？搞魔术。对呀。必归必拐。阿健呢？阿健呢？啊，哎，云哥，你都没有动啊！这些都是我来当嘴，这些都是我弄过来的。要不然他自己会翻过来啊！他拜托嘞。这里呀，来来来，又给你了，你起来，好来人。钱啊，差不多了，好累哦。哎，回想，只要推下舞台就没有问题。推下舞台，推下舞台就没有问题。哎，推下舞台，这是他们的。